职棒中信兄弟队在台中洲际主场的开幕赛，找来棒球先生李居明、万人迷王光辉、洋将路易士等11名传奇球星开球。相隔20年，老兄弟再相聚，带球迷重温昔日风光。Yeah, when we win the championship against the Viking and then Taiwan when we beat the Lions to win the championship. 谢谢他们不离不弃。那往后这个环境只会更好，那也希望所有的球迷，人家在所有的比赛能够踊跃的进场来，帮我们加油。中信兄弟啦啦队热情姐妹穿上全新球衣大秀热舞，为主场开幕赛揭幕。8名成员亲自录制新歌，成为第一支有主题曲的中职啦啦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黑山 Sisters， 一定要来收听我们姐妹的主打歌《蹦蹦跳》，真的超好听的，记得听上10遍以后，跟着我们一起蹦蹦跳。中信球团今年特别斥资200万布置洲际球场，希望以全新的猛象图腾提升球队气势。接下来还会继续升级球场设备，期待观众人数成长15%。我们改了最新的视觉主视觉，那我们希望这个主视觉来讲的话，可以呈现在我们的主场。猛象代表就是我们是一个很威猛的，我们是很 aggressive， 很有侵略性的。我们希望都透过这样子的氛围，帮我们的今年的一个战绩带来一个新的气象。中信兄弟主场开幕赛对上统一狮，中场以7-6获胜，抢下好彩头。这场比赛吸引10000多名球迷进场，带动周边商品业绩。球团也预告将推出第二波猛象商品，让象迷相当期待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中报道。